Gratias tibi pro patrocinio tuo. Plurs homines propter unc canalem non tae debit. Gratias ago tibi.对，好。对，好，我是 Max，今天又跟各位见面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电商。其实 Max 在台湾，在青浦是人生的第一套房子。那其实，在买房子之前，其实我也不懂，原来买房子会有建商这个东西。就是哦，每一个品牌建商盖的房子，其实我都不了解。我到时候我只知道我去看房子，第一我会选我喜欢的区域，我比如说每个从化区，我去看每个从化区它的位置在哪边，它的周边环境怎么样，以及它有什么是我想要的，有什么配套，以及这间它盖的方位、地点以及它的采光。怎么样？其实当初我根本就没有想到，建商很重要，建商的口碑以及建商的品质，其实那时候我都一知半解。我只知道是要最后要 final 的时候，就是最后确定要买房子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说，就是家人或朋友跟我讲说，有可能我必须要多去考量一下建商的就是名声。以及它的品质，就是要去多了解一下。这就类似说，哦，上市公司有可能它的品质以及它的预售案有可能比较不会，就是不会倒，不会说你现在缴了钱又出问题就找不到人。因为在台湾有很多新闻有报道，有些建案一开卖的时候是预售屋，有很多人他们就去买了，也付了首付，就到后来。时间到了，房子没有盖好，或房子，就是当时候付的首付，钱也拿不回来，所以很多买房子有很多纠纷，层出不穷。所以当时候家人跟朋友就建议我说，要去多了解建商的就是他的名声、风俗、就是品牌的口碑各方面，就是要去了解。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又开始做功课，就开始去。看网络频道，看 YouTube，或者是去 PPT，甚至去网络上去发很多文章，看大家的开箱跟分享。后来现在目前在青浦这边住了快5年，其实我真觉得，以前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觉得建商真的房子有品质问题吗？其实我一直都无法理解，我觉得房子一般都是有法规规定。都有政府要求，一般来讲盖一定不会出问题啊，它不可能盖歪，也不能盖一盖就倒，也不可能说不防震地震来就倒，我去都不可能啊，怎么会说真的跟建安有关？我只知道说买房子的时候，真的每个建商它的售价就是真的不一样，有些一样的位置、一样的地段、一样都盖13楼，只是外观长得不一样。那有可能就差在外观的用料，就是它建材的用料，以及它的里面的一些公设部分。我觉得应该就只差在这边，这样怎么还会跟品质有关？那的确每个建案的价格，当时我记得就是有25万的，有27万的，有33万的，就是价格有高有低。但是你想，我们又不是投资客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买房子？一定要挑什么建，其实不知道，只是自己住的这房子住了快5年，后来因为买房子之后，新房交屋之后，开始会成就是社区会成立管委会，之后呢就开始会去跟建商这边做移交，这些都是我买了房子之后才了解的事情。他说移交的时候呢，他会就像我们跟买房交屋的时候，他会请，就是建商会请你来家里面去检查，比如说马桶，
水会不会漏水啊？水龙头使用有没有问题啊？后来比如说灯有没有亮啊？后来墙壁有没有弄好啊？然后哪边有没有什么瑕疵啊？其实到时候检查一头雾水，而且我也没有找所谓的专门的检验中心。我知道有些新成屋的时候要验收，有些人他们会委托外面的专业机构来到家里面去检查。就后面我发的文章知道说，原来要去敲每个地上每一个地砖去敲，看有没有里面有没有空，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实心，有没有鼓包。如果说你现在敲声音不一样，就代表说它下面的有可能它的水泥跟瓷砖这边它有间隙，所以它敲出来声音不一样。以及说什么要拿一颗球放在家里面每个地方，看它会不会滚动，会不会滚动就代表说我们家里面这个地砖是没有水平是没有平的。总之就是很多，那时候我们也是都没有做，就只是自己检查，检查好就入住。后来当初我。虽然说我好像也没发现什么缺点，就发现最后发现墙壁有可能它这个水泥它是平面，最后它有点凸出来了，感觉就是有可能施工还没弄好就这样弄好。再来就是，门就是我们的木门有可能有点缝隙，就是有可能它那时候在安装的时候有点间隙。后来再就是大门有可能有被。有施工时候被人撞到，有碰花花，就是一些还蛮简，还是还还蛮蛮蛮蛮常见的一些小问题。那接下来要进入主题了。买完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房子开始会有问题。一直以来，每次都想说买房子之后都是新的啊，新的就什么都是新的，都很好，不会坏。只知道买了之后，开始发现陆续有问题。先不讲社区内部发生的问题，就不光 Max 现在自己家里面自己看到的缺点，就是第一方墙壁会裂。买完之后就发现墙壁怎么裂了？因为交屋之后，其实 Max 都会自己去把家里面的墙面有可能会去。做一些装饰，或者是去重新刷个油漆，再去美化它。所以我对房子每个角落都很熟悉。然后后来就发现，整个这边会裂，有裂缝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我还不是就这一面墙，后面有个别的墙也是这样。后来之后，我甚至才发现，原来我们就是厨房上面都会有一个吊柜，就是因为吊柜上面要放那个。抽油烟机，其实在它这个柜体的后方也是有裂缝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仔细看，你是看不出来的。再来，以前也不懂，就是台湾都会流行会有一个大同电锅，就是你会蒸东西，然后就这样子蒸一蒸，就发现蒸锅的后面的这个墙面这个漆就掉了。就是它就过了鼓包，整个漆那个油漆就掉了，那就露出原本的水泥。后来我觉得好夸张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油漆也会掉。再来就是，我发现在厕所这面墙，或者是说，靠近，如果说这墙壁后面有水管有管路的部分。有可能墙面如果防水没有做好，有可能会有一些壁癌。以前我不懂什么叫壁癌，壁癌就是在墙面、在平面上、在墙壁的平面上会有一些凸起的像水泡的东西，或者它感觉很湿湿的，会有很多点点。就是等于说你的油漆感觉好像有点潮湿。就是那时候交屋没多久，因为桃园又很容易下雨，下雨之后其实。家里是潮湿的，后面有去买了那个除湿机，后来在房间一直除湿，就不除湿还好，一除湿之后发现墙壁裂得更严重。
有可能是太过干燥，因为毕竟有可能墙壁它本来就会有些水分，那有可能它维持在一定的湿度，它会是最好的状态。那你如果过度去干燥它的话，墙壁可能又没水分导致它会干裂。所以，总之现在 Mess 的房子就是有个房有有，就是目前我看到就是。有个房间，它下面的就是靠近地板，靠近瓷砖面，就大约是在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，就是下沿就会有那种像壁垒的东西。那你说这怎么处理？其实我也没有经验，那时候有去问，就是那时候交屋之后。其实有反映给建商，其实建商的回复是说，因为有可能到时候交屋的时候地面上有水汽，有水汽之后呢，它有可能从地面这边开始，它会就是前面会吸水，它可能因为它吸不能吸到很高，它可能就吸在就是在下缘10到15公分或20公分以下，那种吸到水分的部分，它有可能又可能潮湿，它又没有办法，所以它就导致会起壁癌。总之，现在就是有壁癌，墙壁有裂缝。那这4年也遇到几次地震，地震的时候呢，也会就是墙体会别的地方也会多出了一些裂缝。那像我目前厨房的柜体的后面也是有裂缝，我也没有再去检查，但是就是看有会有裂缝，有时候要修一下。当然不影响房子的安全，这能够确定，只是你会觉得蛮操心的。会蛮不开心的。那现在就是大通电锅把厨房的墙壁的漆弄掉了。后面其实我有曾经把它刮掉，后来重新补土就重新刷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。就后来大通电锅又上场，油漆又掉了。后面我真没办法了，后面我就买了玻璃，就是跟我们现在目前厨房的这个。柜体下面，它其实它的，就是柜体跟柜体之间，其实建商是有做一个玻璃去把它贴住的，所以这好处就是你清洁上又方便。有时候你到煮完饭菜之后，这个油垢有可能会粘在墙壁上。如果你原本没有贴玻璃的话，它是那一种油漆过，其实很容易脏。而且有可能以后你更不好清洗，所以玻璃是最好的。那现在我就自己再花钱去重新做这个玻璃，把它贴上去。那现在大通电锅上场之后呢，我也再也不用操心了。其实它也贴不出，就是已经被玻璃盖住，所以目前漆面是没有掉。那再来就是原来就是我都一直以为原来就是这个铝门窗。气密窗一般来讲是非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目前我们这个窗户啊跟门是铝门窗的，隔音都非常好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气密窗也会漏风，就是其实你明明关紧了，那风口漏会也会漏进来。后来我去检查才发现，其实这铝门窗它都会有一些边条就是有可能要增加它的气密性。那其实有可能也没有做到位，但是也不影响隔音了。但是就是如果冬天很冷的时候，其实它有可能会从缝隙当中会有风会跑进来。那再就是当时候交屋的时候，马桶就是厕所会有个异味，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臭臭的，是当时候的销售他就是我要交屋的时候，他有先帮我看过房子，他发现原来是这个马桶那时候在安装的时候，有可能它的孔位没对好。可能就是这个整个施工没有施工好，导致它这个马桶这个水管就是味道会跑出来，所以他说他就叫那个水电的把马桶整个搬走，他重新施工过，重新再装好，现在都是没味道。加上就是目前交之后，不对，还有就是家里，总之就是房子住久了。其实我发现家里房子会旧，旧之后呢，还是要
去维护它，要去刷漆。那我们现在讲完内部的部分，不对，还有就是，当时候买的时候，其实你都看过采光，你都有去注意到哦，附近你旁边有没有盖房子，注意采光。那其实你也不知道说，你现在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如果旁边有一些是还未盖的这些土地，其实你都没有知道哪一个先盖。其实你当初我买的时候，想说应该是这边先盖。于是不在我家的窗户这边，就谁知道是我家窗户这边先盖，所以就等于说，买房子的时候，其实只要你不是你，如果你知道你前后左右都有地的话，有可能会有进来的话，那你买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未来会遇上采光。但是我是每次买了之后才发现，稍微忽略了，因此知道说这边一定会盖。只是不知道说盖的如此快。那再来就是入住之后，你才会发现，哦，当这整个社区，因为在社区还没有真正运作的时候，其实你晚上在睡觉或是在家里，你是听不到其他奇奇怪怪的声音，因为没有什么，没有人住嘛，也没有什么公车在使用。但是当你入住一段时间之后，再开始陆续开始提高。所有公司全部都已经开始在进行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家里面有可能就会开始听到其他声音了，比如说楼上的声音，还是会有一些什么马达运转的声音，或者是会有一些就是，总之就是会有一些你平常甚至之前没注意到的一些声音，那这些声音都是代表着这个社区在正常运作。那现在内部我们说完了，先不讲社区内部的，就先讲建商外观，以及它建案盖好之后它外观这个建筑物，以及它四周的这个绿化，这个我那时候讲一个自己的亲眼看见了。建商，你到时候买的时候，建商的品质好跟坏，还有你买的时候你的价格高跟低。都会取决于未来交屋之后，你的建筑外观，还有就是你的绿化的整个品质呈现就会有差异。Max 简单讲一下，就是人家都说保家会漏水，后来确实，但他 Max 的经验就是住在新竹这边，好像感觉到。好像没有社区不漏水了，好像不是说你再贵的建案就不漏水，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保证。再来就是最明显的，先讲最明显就是像比较偏远建案，你在社区外面所铺的这个绿化、草跟花木，很抱歉，都很容易枯死，而且它绿化都会很差。但是它也有洒水哦，但是你会觉得它的整个看起来养的就不好。在地板外面的地砖，外面的地砖只要是便宜的建商，很抱歉，它的瓷砖都会鼓起，很夸张。瓷砖不是鼓起就是裂掉，那么就是鼓起。如果说你们有时间去青浦看一些豪宅的，像中越啊那些比较有名，就是比较有就是比较贵的建安去看，其实它做出来的就是外面的绿化，植物非常漂亮，照顾得非常好。再来，它的地砖很漂亮，也没有什么裂缝，就是过了几年也都很完整，也不会鼓起。但是便宜的建安很抱歉，很可怕。如果你经常去过去那散步，今天鼓这里。后来他们又，哦，社区又把它打掉维修好了，下次呢又补别的地方，或是这样说修好的地方又鼓起来，总之就是很夸张。还有一些，不是最贵的，也不是最低的，就是在中间值的。以 Max 感觉得这家应该也很棒，就很抱歉，它的植物也顾得不好，外面的地砖也都掉了。所以，真的，每个建
每个建案，它就是说每个建商它的品质、它的声誉，其实都还是在最后的呈现上会有差异的，所以还是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。那再来就是说地段谷起的部分，业主有时候都很庆幸说啊，我现在住的地方，我的社区好像没有谷起，我好像有点裂掉，但是感觉整体都很棒，就觉得嗯赚到了。那后来有一天自己兴高采烈的跑去顶楼，那顶楼那边有地砖，就发现原来顶楼地砖没铺起来。所以，一个社区只要开始运作之后，慢慢的都会有很多缺点出来，所以那时能够感受到社区的维护非常重要。那建商的品质以及它的施工，还有它的一些工法，一定也会在价格上呈现。所以呢，在青浦你会看到有些房子，它的建筑外观会很老气，那就感觉很快就脏污。那如果说稍微贵一点的、稍微好一点的建案，其实它外观的呈现，就是比如说过5年、7年、10年，其实你能够感觉到它不管是在外观上，还有它整个就是整个维护上就会更好。所以，还是人家说的一分钱一分货。但是，真正在青浦这边入住率最高的，反而就是那些像保家系列的价格是看网络上说的，一定就是每个区域的地板，但是他卖的最好，而且入住率最高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很实用。而且它价格又不贵，就是大家都能够消费。那你说品质好不好？那就见仁见智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贵的不一定最好，但是最低的也不一定不好，其实都看运气。那只能说还是看大家个人喜欢。那按 Max 自己当时候做的一些功课部分，只能讲，要说那时买的这个建商，其实口碑也是两极化，其实都没有所谓的好跟坏，真的。即使你在网络上找到认同的建案，甚至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有名气的这些介绍房子的部分，其实他们都不肯指名道姓说某某建商啊，对，应该都是怕被告吧。那 Max 自己就是自己在平常在青浦这边去散步，去看其他经验，能够感觉到价格跟品质有绝对关系，一定有差。那再来就是，还是那句话，再贵再好的建商，其实也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污况。所以只能说，祝大家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房子，那也希望这房子也能够很棒，没有任何的状况。那，建商很重要，最起码在这个建筑外观就不一样。你面试现在在青浦看那么多房子，目前已经有基本的二分法，就是你只要看这个建筑物的外观，如果有大理石，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大理石，它只要有大理石，有从一楼贴到顶楼，那代表这个建案就是中级的，最起码是属于不是最是低级的，一定是中级的建案，它才有这个资金能够从一楼盖到顶楼，但是它不可能全部都盖，但最起码它一定会有，比如说四个就是房子就是建筑的四个角落，就是四个那个就是等于说它的直角部分，有可能它就会用大理石，会整个去包覆。那如果说是比较一般的、比较经济型的这些建案，很抱歉，它的大理石永远只到一楼到二楼，顶多到三楼，就是三楼这一个环，这一个，就是对，还有整个把它包覆四周环绕。但是你从这四周环绕这个大理石外，比如说从三楼到四楼，一直到屋顶，很抱歉，都没有大理石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分钱一分货。
这就是面试目前看出的二分法，能够看出这个建案是贵的，导致这个建案它的对它的售价是高还是低，去看这建筑外观大意思有没有到底就能够知道。所以建商真的品质好不好，是不是真的有差异，没有绝对答案，但是。还是建议你们，如果买预售屋是看不到，所以你可以先去这个该建案的一些成屋，去看一下他以前盖过这些建案，现在目前的维护怎么样，那外面的花圃，还有它的这些整个地面怎么样，这些都可以拿去参考。那如果说是已经盖好的更好，你去看了之后，你就更能够了解是不是真的。建商的品质不错，等你们看完之后，你们再做决定。那最后再跟各位，请各位，如果有什么想要 Max 去分享的，可以跟 Max 说。那因为 Max 现在尽量都不说话，也尽量不去录这个说话的影片。Max 只想要把现在真正在青浦这边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如果我要买在青浦，如果我要通勤。那我买这个建案，那我从这个建案走到高铁要多久的时间？那时就拍这些影片，以及你住在青浦这里，到底有什么样的绿化，有什么样的公园，有什么样的可以去散步的地方？那时需要多拍一些这些比较实际的东西。没有说话吧？那带给大家，能够让大家看一些影片去多了解青浦。拜拜。